老连长，我是杨根思连第6730名战士傅东旭，第6701名战士炮手林世奇。我是杨根思连第6840名战士杨根思班班长文乐，第6830名战士连长裘安。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您舍身忘死，保家卫国，用生命捍卫了阵地，诠释了三个不相信的铮铮誓言，如今已成为我们这支英雄集体的铁血连魂。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多了，性能也先进了，这些武器装备要是在70年前就有了的话，那些敌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当年您带领前辈们战胜敌人，靠的是顽强意志，不怕牺牲。现在我们依然跟续传承着这种精神，虽然刚多了，但气也更足了。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打败一切来犯之敌。2019年国庆大阅兵时，我作为杨根思连荣誉战旗擎旗手，在亿万目光的注视下，从天安门楼前踏着战车经过，光荣地接受了习主席的检阅，见证了祖国的强大。我们现在再也不用吃冻土豆了，部队伙食好着嘞，但是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和前辈们在长津湖战场上吃的苦受的冻。没有你们当年在战场上的牺牲奉献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盛世。老连长，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您和前辈们，我们都是您的传人，我们将一直追随着您的足迹，请您放心，我们将誓死发扬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，时刻牢记只有给连旗增光的义务，没有给连旗抹黑的权利。同志们，我们的连魂誓。加油！